再问一下，你的家境怎么样？我家境还可以，跟他差不多吗？比他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。嗯，你眼光不错啊，你知道那些妖精一样的女人是不好的，这样的一个女人又长得漂亮又贤妻良母，小小年纪这个。 很有一种这种贤惠的特质，而且有持家的概念，很大家闺秀的感觉。其实我也是靠感觉来的嘛。那你感觉蛮好的，啊，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那张嘴和你的一颗赤子之心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前面像100米跑了前面90米啊，最后还有10米留在我们完美告白的舞台上。感谢你对我们舞台的信任，但是这10米很重要。 接下来是黄海滨的告白时间。小敏，你今天能来，我很高兴。这个是你当年的要我做的事情，我已经都做到了。我知道你不是为了这钱而来的，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改变，想让我变得像个男人的样子，有事业感。 可以照顾你，可以照顾你家人，可以照顾我们的未来。你能接受这笔钱吗？你能愿意做他们主人吗？就这样，3年又过了，我还是。如果我当年要你真的1,000万是开玩笑的，你会怎么办？你的一举一动，我都很在乎。我知道你那会儿是认真的，我知道你也对我有好感。 我就算当年是个玩笑，我也愿意为你实现任何事情。我很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我爱你不是1天，不是2天，已经3年了。三年，又过3年，我想我还会这样。就这样，3年又过了。 我还是回到这。我想一直牵着你的手。闭上眼，等你的出现。空气中吻你的脸，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，一辈子幸福的约定。其实当年我也是有点喜欢你的。 我当年老是羞辱你小胖子、小短腿，其实我心中的类型就是你这样的，我就是一个喜欢胖子的女生。我不愿你独自受过风雨的时分，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世界的残忍，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。你走后，爱情的遗迹像是空城，遗落。 哭了？没有。这个抱等了多久啊？3年了。3年了。我们看到了，当你虔诚的眼泪流下来，当你在跟我诉说你怎么赚来自己的财富的时候，怎么改变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像富二代。不过你这辈子是没有机会做富一代了。啊，你努力的把这个富二代做好。 把在有限的财富创造更多的财富，然后就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啊，你怕吗？不怕，不怕啊！是你这样的闺女，这爸爸妈妈都该喜欢。我知道他父母是很好的人。那我们请他父母上场吧，来，爸爸妈妈来。今天好多人呢，妈妈先说说话呗。今天求婚成功了，接下来是不是要准备操办婚礼了呀？ 回家以后看个日子，哦、想10月份啊，什么时候把他结婚？喜欢，很喜欢，特别喜欢，特别喜欢我儿媳妇。爸爸说点什么呗？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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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意，同意啊！啊，你们是不是给点祝福呢？因为我们几个兄弟过来是为他加油的，嗯，所以我们是开心的，嗯。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们。 不醉不归，好，好。富二代应该不是一个贬义词，也许我们妖魔化了富二代。富二代也可以有情有义，也可以很真诚朴实。比如说我身边这个，财富看在谁手中，它可以创造幸福，可以创造社会价值，也可以很奢靡。关键你如何使用。来，掌声祝福他们！谢谢大家。黄海滨是一个家境富裕的年轻人，虽然在我们节目现场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，但是我们希望海滨和郑丽敏未来的生活，更多的是依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，且行且珍惜。我认识，那都是以前的事儿。您所指的以前是4个月之前吗？啊，对，4个月之前你们相爱吗？嗯。后来他说你不辞而别，突然之间就离开了，没有任何理由和原因，是这样吗？没有啊，我妈生病。你妈妈生病，但你妈妈生病不能成为你们之间分手的理由啊！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吗？舒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说，即便是要分手，她想分个明白。我觉得我们不合适。啊，您觉得你们性格之间不合适是吗？对，不合适。此外，这个舒心说你们之间还有经济往来是吗？没什么经济往来，就是都互相帮助我。就是您是不是有借过他的钱款？我拿过，大概多少钱？您心里有数吗？我也对他好，我给他买过衣服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这个3万块钱和以前您借他的一些钱，都是彼此对对方的付出，是吗？对，就是，对不起。好，就不用谁也不欠谁了。那这样吧，我是这样建议，因为当事人是您和舒心，您能不能跟舒心说上2句，让舒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一下你，占用你一点时间，可以吗？啊、行，好，快点吧。好，你稍等一下，来，你说吧，好好说啊，好好说。你听我说，咱不可能，我也不想回来了，已经不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想问一下王磊，你爱过舒心吗？爱过是以前的事儿，你现在就是一心要跟舒心说分手，而且采用的是这样的不告而别的方式。还有说的吗？啊，没有别的了。我想舒心他明白你的意思，但他未必现在能够一时缓过劲儿来。但是对于你们以往的一些经济过往，他可能会保留他的法律诉讼权利。说白了，我也给过他青春，我也照顾过他，我也给他送过玫瑰，我也给他们做过饭，做过什么？我觉得都是很公平的，我没有什么可欠的。行吧，现在公不公平，你们俩自己心里清楚。而且我相信这个账我们算不清，法律可以算得清的。谢谢你，再见。